有没有人要啊？这个很少有啊。多大了？多大了？多大了？帅的，帅的。哎呦，我办好了，好吧，四点我办了。我以为是石目鱼，原来是丁昂腰鳍，有多大只啊？腰鳍。来，我包了，来，帅鱼鳍，丁昂啦。不行啦，弟，不行啦，弟，我小弟在包紧啦。丁昂，丁昂，那是丁昂，很好吃哦。来，我包，我包。那个啦，有两个包，两个箱内底，搁有两个哦。那是订购很好吃哦。高的好车，好车。Wendy 啊咯。5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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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00
创纪录不知道几公斤的章鱼脚来三百块了，那一万多哎、欸，上次新闻有报啊，三百来，冰哦，一只一万多，真的，好像是六公斤多的订购吧，六公斤多的订购要上次新闻有报，有人标去一万多，订购超好吃啊，对啊，比一般的红花鱼还好吃。三百，爱很想讲，八卦山没办法，八卦山没办法。我跟你讲，在丰原的话，在丰原的话，有可能那个护林或是 David Lai 会买，护林或 David Lai 可能会买走。不然的话，干妈也会买。哎，你要小牌啊！我是好车，快点，然后交1000块啦，就这么这水的啦。丰原有几个人，有几个客人是专门吃这种的。丰原有几个人专门吃这个的。来，交一千啦，交一千，哎，这个就水。来，1500丰原有几个客人是专门扫这个这种，小胖也会买。来，1000块，你要小白来。小胖也会买。1000块。那个订购小胖应该也会买，还有老朋友，老朋友也会买，新分也会买，对啊，新分也会买，新分懂鱼，一千块，无人啊，来，我招500好啊，来500，你要小牌500块来，500块这边来，来500好啊，来500，无人啊，来500，就三十块来，来500。其实乌日的客。